好，我们接下来看哈，科办表，抉择归因嘛，医护对不对？啊，除了失乐，这个是没办法可医护的，外道呢，亦非归一处，是不是？啊，最后呢，那么就是所谓的三宝，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第12页哈，在第12页。啊，归一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究竟归一处，三宝最吉祥。啊，归一处处求，这个处处求，尽十方遍法界的来求哦，哈，不只是我们的人道世间的部分，还包括鬼神道的啊，御天、梵天，啊，我们也都去 check 过了。那么。都也可以知道说，哎，这个都还不是皈依之处，啊，所以呢，究竟皈依处呢，三宝最吉祥啊，唯有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处。那么在十二页的最后一行，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不是自赞毁他。啊，而是从什么呢？事实还有理由两方面来做的结论。哈，先做这样的结论，后面是在解释啊，为什么皈依三宝最为吉祥？那么这里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说，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不久之后，那么创造的梵天王啊，从天上下来恳求如来说法。佛陀成佛的时候曾经。这个很感叹到啊，说这个啊，原来所有的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是不是？啊，但是呢，要让我们这些凡夫众生能够理解到这些，实在很困难。所以佛陀甚至都想说啊，我不要说法，积极入于涅槃吧，对不对？那么当时候就是会有所谓的梵天王来请法。啊，恳求佛陀还是得要对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说法，啊，那么佛陀呢答应了，那么才大转法轮，啊，救度人类，那么梵天王呢也当了佛陀的弟子，啊，得到了离欲的胜果，还有像帝释天啊，也曾经知道自己的这个五相，啊，五衰相现有没有？天人他要这个结束之前呢、啊，像我们当人，这辈子的结束，有时候如果是有修有证的人，他可以自知时至有没有？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几乎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要走，常常有时候也不见得有预警，所以有时候，比方说，哎，真的像癌症患者，啊，虽然真的得到癌症。好，是一件非常这个悲哀的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症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比较更踏实落实的来面对生命的问题，啊，反而有一段时间呢，是可以让我们慢慢的转化内心，啊，相信那种你愿意去面对它，去转化它，那种对生命的体验会比。一般没有这种生命的苦迫性的人的体验更深啊！但是呢，我说我们人类呢，却还有天灾人祸，一刹那间就去的，也大有人在啊，对不对？啊，也一样大有人在，就是他没有预警的做，没有预警。但是其实呢，曾经有一个小故事，说那个死神呢、啊，他说，其实我早就不知道下了几道帖子给你们，你们都不知道哎。啊，我说有吗？他说，哎呦，头发渐渐变白，不是也一张帖子吗？牙齿渐渐松动，啊，也是一张帖子啊。哦，皮肤一直皱起来，也是一张帖子啊。但是我们都还毫无预警，是不是？早就下帖子给你们了，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接到帖子。啊，就会以为说啊都没什么预警，其实还是有预警的，是不是？啊，那在天人来讲的话呢，他们倒是更清楚，
哦，他们的这种花，他们本来这个身上都会有花啦，这花会枯萎，衣服会变脏，他本来衣服根本就不用洗，啊，是非常洁白，啊，非常华丽的，这衣服呢也慢慢变黄了，啊，本来香喷喷的身体呢也逐渐变臭了，啊，这些呢也都是在预警着天人即将要结束他的福报因缘了，啊，所以曾经这个第四天呢，知道自己快要死亡，啊，快要结束了，所以他就很苦恼，啊，甚至说会堕到这个猪胎里头去，那么就去请教很多的地方，啊，去请教，大梵天王啊，大自在天啊之类的，到处去。后来呢，还是没办法，遇到了佛陀，才救免了这个猪胎的厄运，还生在什么天国，啊，那么。也曾经有一个天神啊，因为也知道自己要这个结束生命，那也是皈依了三宝，他这个好像说是堕到驴胎里头去是吧？啊，那也因为他的一念皈依三宝，这只驴呢，当他怀孕要生小驴的时候，正好被主人还是什么踢了一脚，就流产了。那小驴等于不必再经过好多年的那个驴生嘛，对不对？啊，他也是一个天人，一下子又回到天道去，啊，本来要堕驴胎的，啊，或者堕猪胎啊之类的，啊，也会因为一念的皈依三宝，正好让他的这种堕到这种畜生胎里面的时间缩短，啊，所以，纵然是天神，那么只要他还有善根因缘，都还有机会。就怕呢完全没有善根因缘，那个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都找不到佛菩萨的这种善根因缘的话，就没有机会怎样相应啊，就比较没有机会相应了啊。那当然其实在天道要学佛的机会比较少，因为平常享乐的时间很长久啊，他们的那个寿命那么长，我们在人道虽然几十年几十年就一次几十年又一次，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醒着我们，是不是啊？甚至在几十年间，我们又不知道要遭遇多少至亲好友的往生过世啊，那么这些也在都是在警惕着我们嘛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属于实际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至于理由，那么就在下面了啊，至于理由的部分哈，为什么皈依三宝最为吉祥？那么就以下的记诵啊，就是在解释啊。于是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科判表。这个之后的哈，就是属于什么皈敬三宝的这个部分啊。皈敬三宝呢，那么会有三宝的内涵，先介绍三宝的内涵，对不对啊？然后皈依的仪式。啊，如何的修习啊，还有皈依的功德啊，皈依的德恨德性啊的这几个部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三宝的内涵。三宝的内涵啊，对，赞叹三宝啊，先介绍这个赞叹佛的功德，赞叹法的功德，还有赞叹什么僧的功德，哎，三宝啊。那么有三宝的类别，它会属于什么？这个理体上面的，在理性上面的，还有事相上面的，啊，好。那么在赞叹三宝的这里面，当然就是佛法僧三宝。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谈的就是什么？就是赞佛功德，啊，赞佛功德的这部分。所以这科判表会看嘛，哈，啊，有个科判表呢会比较清晰哈，啊，像读经典也是啊。啊，所有的经典大概都大部分呢，啊，哈，比较流行的经典大概都会有高僧大德写的这个科判表。啊，如果我们对照科判表，会比较知道整部经的架构。在读的过程，我们会知道，哎，读到什么地方比较不会迷失掉。啊，不仅见数，还可以见灵呐，啊。啊，见灵又见数啊。好，那么。在赞佛功德，第一个是什么？智证法身啊，佛功德的可贵啊，就在于智证法身。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十三页啊，何谓佛功德啊？赞佛宝的功德呢？那么它的可贵哈、啊，就因为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啊。好，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什么，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佛陀的法身慧命。那其实呢，我们说众生皆机遇有佛性，也不止佛陀法有就是具有法身慧命。其实佛陀等于是圆满了法身慧命之后叫做成佛嘛。那同样我们众生具有佛性，是不是也具有法身慧命的那个种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什么法身慧命，不仅我们的这个色身受命，我们习惯的是我们的色身，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寿命，我们的寿命的长短啊。于是呢我们说哎，这个佛教徒见了面都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都只有讲阿弥陀，很少见了面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都讲阿弥陀佛？为什么？无量寿无量光啊，都祝福大家能够无量寿无量光。那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色身寿命是有量寿啊，我们的智慧使我们觉得是有量光啊，经常在起无明，是不是啊？经常这个乌云遮日，根本就见不到太阳光啊。那所谓的有无量寿，就是在希望启发我们的法身慧命，它是无量寿的，对不对？法身慧命无量寿啊，所以我们的法身慧命也就是这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叫做法身慧命。我们现在有量寿的，就是一节一节的这个部分，一段一段的，是不是有量的？哎，它是有量寿的，是有量光的啊，都是很有限的。那除非我们知道整个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的话，才有机会啊转化啊。那如果得转化呢，那我们就要踏着佛陀的足迹嘛啊，我们要理解佛陀他怎么样子的修行方式啊。好，那么这里就讲到佛陀他的可贵就在于正法以为身，智净慧以为命啊。那么也就是说所谓佛身指的就是法身。那么我们说，哎，2500年前佛陀曾经示现了，啊，示现他的色身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对不对？让我们看得到他。为什么要示现色身？因为必须要与我们共业，我们才能共住，是不是？共住在这个娑婆世界嘛，才看得到他。不管有没有学佛。只要在那个时代的众生是不是也就看得到佛陀啊？啊，是看得到哦。他一样也经过父母，那么一样也生老病死，哎，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众生是不是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啊，那这样我们才容易去理解说，哦，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在历史上有记载啊，在那个考古上面啊，不仅有图，哎，那个。文字记载有文献啊，并且呢还有他的足迹，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如果是佛教徒，大概其实我们这辈子哈，希望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到印度去朝圣，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到印度去朝圣哈，没有去朝圣的人也应该要发这个愿，去真的去踏佛陀的足迹，佛陀出生之地，佛陀成道之地，对不对？佛陀转法轮的地方，佛陀涅槃的地方，啊，你真的去到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种感动性那是，无以言喻啊！啊，当然是希望说，哎，透过我们先理解之后再去，而不是我们傻傻去到那里也搞不清楚，那就没有感动性了。同样的空间，因为我们的认知的程度不一样。当然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啊，当我们比较理解佛法，啊，知道佛陀的可贵的时候，啊，那么也会，希望，因为像其他的宗教也有他的朝圣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不对？
啊，所以希望将来大家都有机会到印度去朝圣，因为佛陀确实以他的化身是视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他的足迹，确确实实的一个足迹。但是我们说并不是只有佛陀那个时代的众生才有福报因缘与佛陀同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去感觉佛陀的存在啊？尤其是佛法的存在，就是说他佛陀真正的可贵哈，当然你说他的色身的存在是非常的可贵，所以他会留存了很多舍利的存在，是不是？阿育王还把他的舍利分到各个地方去啊，做了很多的舍利塔，甚至立了很多的石柱啊，也是从这些石柱里面去考据说啊，因为他阿育王大概在佛陀涅槃之后270年左右，印度人很不喜欢记年代，所以我们回头去探索这些印度佛教史很困难，就是他年代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因为阿育王算是跟佛陀时代比较接近，但是也差了270年左右，不过以有记载来讲的话已经算是最近的最接近的啊。那么由阿育王那么把佛陀的舍利也还有立了很多的石柱，让我们有机会踏着这样的一个足迹啊。但是我们说佛陀他更可贵的是佛陀所说的法，是法身的可贵。那么就像说我们是来学佛，如何的学佛的，其实是学佛陀告诉我们的法呢。那这法做什么呢？啊，所谓的佛陀所说的法是什么法？是整个宇宙真理的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追求真理啊，但是这个真理呢，由佛陀来宣说。由佛陀宣说是因为佛陀数世劫以来累积到圆满，所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当佛陀看得那么样清楚明白之后呢，那么佛陀刚开始会想说我们这些众生实在不容易明白，是因为我们处的环境很低劣啊。所以我说佛陀很像在高空鸟看这一切啊，是清楚而明白，我们就很像在地面爬的这些爬虫类的，也不要讲爬虫类了，我们就是在地面上爬来爬去的，啊，所见的都是人我是非，啊，所见的都是你穿的是什么牌的，开的是什么车子之类的，我们光这些我们就起了很多很多的烦恼，是不是？更不要讲说，跳出这个来看。我经常说，其实我们不要只有在同样的高度，如果我们学佛的话是希望我们能够培养我们可以上二楼的高度，上三楼的高度，上四楼五楼，从十二楼你从那个大楼看下来的街景是不是不大一样啊？到山上再看夜景也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曾经搭飞机飞到一个高度看下来，我真的感动得要命。刚才有一位居士在讲，当时我真的莫名的感动，就是我看到大地一片宁静，山河大地一片宁静，甚至在市区的上空它还是宁静的，是因为我们高度很高，根本就不会去分别，不会分别说这是你家的还是我家的，对吧？为什么到十二楼看，男相女相是不是已经搞不清了，平等了，是不是？你越往高，其实它越平等，越往高越平等，越平等我们会越平静。所谓的涅槃极境，什么叫涅槃极境？就是看到了平等相。但我们说那个只是一个比喻了哈，那个是我们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从世间法可以去想象，那只是一个比喻哦，真的看到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所谓的涅槃极境就是看到众生是平等的。好，但是我们会觉得说，明明不平等啊，我们现在看是明明不平等，有男相有女相，有出家相有在家相，是不是？有老相有少相，有种种不同的相嘛，是因为我们执着
啊、哦，但是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是帮助我们说，哎，确实也是同样在这个世间，只是因为我们的看的高度不一样，是不是所看的景象就不同啊？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天到晚都是在搭飞机，在飞机上面看这一切，不是哈，而是我们意境的提升，把意境提升上来看众生，真的不一样。所以透过年纪大了之后也会发现说，哦，长辈看晚辈的角度是不一样。我们如果平平是平辈，争论是不是很多啊？纷争很多。哎，平辈之间 哦也没什么礼节跟礼数啊，对不对？讲什么直接的 kick it 嘞，争论很多。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争论很多啊？同侪之间是不是争论很多啊？但是老师跟学生之间呢，争论这么少一点呢、啊、因为他有高下。老师的角度跟同学之间就是不一样。当你这个长辈你看晚辈的时候，哦，当我发现老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怎么变长辈在看晚辈？但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包容度会大一点。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境提升的时候，其实看待众生是不一样的感觉。佛法啊，帮助我们提升，帮助我们提升意境啊。意境透过什么？第六意识本身它是很可以提升的哦。啊，所以我也其实也透过，我常说，我出家之后，我学佛之后，我才比较理解我父亲杨荫峰先生的作品哎。因为我小时候啊，常常我爸爸都跟我说，意境要提升，意境应该要提升，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做意境的提升，学佛之后，我们就慢慢的去体会，其实佛法就是帮助我们提升，哎，跳开来看，跳开来看，不是一永远都是当凡夫众生。有一个出家的徒弟了哈，他就讲，哦，里面实在有时候，当然在日常生活里头难免会有纷争嘛，对不对？他说，哦，我实在，反正我们资历浅嘛，反正我们就怎么样，要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就是忍耐就好了，我就是忍耐嘛。这意下就是说我能忍多久算多久，是不是？我说，那如果没有学佛的话，如果没有学佛的人是不是也忍耐啊？啊，一样忍耐哦，也是用忍耐的方式，对不对？但是我说，哎，一旦学佛乃至于出家，是不是还是用忍耐？就不应该是，因为他没有提升。从忍耐到提升，什么是提升忍耐？包容。其实透过包容哦，怎么透过包容呢？菩萨对众生不是说用忍耐的方式的，菩萨是不是包容众生啊？接受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哎，我们是有缘小慈，别提小悲。有缘的我才喜欢他，我就可以对他付出，对不对？没缘的就是不管他，他生死与我无关，那就不是菩萨，对不对？菩萨是有缘无缘都一样，要一视同仁呢，接受一切啊。善根的人要度，这个不具善根的更要度啊，是不是？善根不够的众生是不是更要去关怀他们才有机会啊，对不对？所以菩萨他完全没有去谴责众生，才可能对众生是一律平等的。所以菩萨对众生他是用包容的方式，包容他就可以无限无量。我们为什么有限有量？自性妄执使我们有限有量，打破自性妄执就能够一直打破那个界限，就可以不断的往外延伸，你所包容的一切的现象就越来越多。随着我们的那个打破放下自信妄执，其实我们的那个量是越来越大的，那个是可以无限的哦。唯有从佛法里头才有机会提升，
所以从忍耐到包容是不是就是一种提升啊？那就是意境的提升啊、嗯！所以回家看待家人的不是我冷淡你啊，包容是包容这一切，不是忍耐，真的不是要用，不要用忍耐，忍耐的程度是有限的，我忍耐的程度是有限的，对不对？包容是无限的啊！好，所以佛陀他的最可贵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什么法身，法身是净虚空界，净虚空片法界。山河大地能不能看到佛陀的法身啊？如果我们理解佛法的话，我们会读透这一切。所以《金刚经》里面不就讲了一个故事，说莲华色比丘尼啊，当佛陀到刀立天三个月为母说法，好不容易等佛陀回来，哦，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跑到最低前面去，一个比丘尼的身份，印度种级啊，那种姓阶级很严重的一个地方，比丘尼是不可能跑第一，因为莲华色比丘尼他都还有点神通嘛，他变成一个小国王，就跑到最前面去，他就不是以比丘尼的身去见佛陀，他化现成一个小国王的身，所以他在那个阶级的排列他就排到最前面。他看到佛陀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告诉佛陀说，我第一个看到您啊。佛陀说，不对不对，不是要看我佛陀的色身，应该要怎样，要理解佛陀的法身。须菩提长者他并没有在这个去迎接佛陀的行列里头，但是须菩提最先见到佛陀的法身，他在精舍里面呢、哦，须菩提解空第一，有没有？如果我们理解缘起性空啊，如果我们理解缘起性空，它是可通彻一切，不仅山河大地，教室的桌椅是不是也一样？他都离不开成住坏空，离不开什么缘生缘灭，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理解性空，因为法性它是通彻一切的，也因为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具有法性空慧的特质，所以会展现出不同的法相来嘛。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对法性的那个理解的深度不同，我们看到的法相的程度是不一样啊。我们越理解性空的话呢，看众生越平等，我们越不理解性空，根本丝毫都不理解性空的话，那看众生是不是就不平等啊？自然不平等嘛。那不是众生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哦，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它所现的，就说透过唯识也是说这一切是什么唯识所变现嘛，我们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世界就现到什么样程度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理解法性空慧透彻的话，我们可以读透这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法则。当我们把握这样的真理法则的时候，对这些所呈现出来的一切的现象，我们是不是就欣然接受啊？也才能够接受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是顺逆是顺境还是逆境，是不是都应该接受啊？而不是去拒绝。我们的很多的能量，我们都消耗在那个拒绝里头。我不愿意，我不要，啊，我觉得不满意，或者我不怎么样。其实那个只有徒增什么烦恼，哎。我们说佛陀呢，他说正法以为身嘛。他可以净虚空遍法界，就在于说他告诉我们的真理法则其实都适用在任何的一切上面哦，没有不适用的，于是我们才能够读透这一切啊。当我们能够读透这一切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呢所现出来的是真理的现象，不然我们现在所现的都是什么颠倒的现象，对不对？我们不断的在起颠倒，起烦恼，起执着，其实就在起颠倒嘛。我们看到的其实是颠倒相哎，不要一直讲我眼见为信，这句话也会害死我们。
眼见为信还是很主观的呢，都还不是真实的现象，都还不是真实的现象。我们所捕捉到的只是其中一小段，我们更不知道前后啊。难道客观吗？我们常常会断章取义，是不是？因为我们只相信眼睛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为师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用在前五识。我们的首先用功不是用在前五识，而用在第六意识。为什么要用在第六意识？就是如何的去理解法性空慧之后所现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识所现出来的色身香味触就会不同，才会有所提升啊。所看出来的现象呢，才会越来越怎样，越平等，越来越宁静，才可能趋向于什么涅槃。所谓的涅槃，所谓的涅槃它就是极静的，有没有？叫做极静涅槃，是不是？所谓的极静呢，它不是固定不动在那里，它还是有所动，但是是极静的。这个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有个比喻叫静止的流水。静止的流水，这个好好的去咀嚼，它是流水潺潺，但是它却是非常的宁静。我从我父亲的一幅版画里头看到了，会有机会再给你们看看。一条水牛，它非常宁静的就在那个水面上，那个水还是有波纹的，但是因为那只牛非常的宁静在那，这可以看到一个做那个画家本身他的心境。嗯，不错，你们。哎，所以有时候了哈，我们心灵的东西也要有实际的现象来做一个验证，而那种验证之后又反观到内心的世界，其实这两者是相互增上的，啊，是可增上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用很多实际的现象来做比喻跟解释嘛，啊，所以讲到这种那种平等相，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我就说曾经有一个人，有个居士载我到小学去接他的儿子，有没有？啊，因为我们看说哇，怎么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到底在那，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他一看，马上就看出来，哦，那个就是我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不执着。对，但是就是因为你执着，那种执着是什么？他很直接就反应，就在那里。我说也太厉害了，其实不是厉害，是我们的执着很厉害。哦，所以常说，如果说各位去三坛大戒那里说宅僧共众，有没有？哦，那个你看，所有的师父几百个出家师父，是一模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里面有我们常住的师父，他就不一样。而且一找这么多这么一大群，我们马上就是盯住那个了，用执着，我们就认识他，对不对？因为执着就不平等。不执着就平等，你如果一个都不认识，你会觉得一模一样。但是实际上他是真的长一模一样吗？不是的。所以各位能就是透过这些现象来想象了哈，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那所以所谓的佛陀看众生是怎样，是不是平等的？那佛陀没有任何的一丝的执着啊，所以佛陀等是众生如罗侯罗，他才可能周遍啊。我们一旦有所执着，就周遍不了，丝毫无执着，才可能尽虚空遍法界嘛，才可能独遍所有一切，很正确的理解一切。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很以偏概全的在看，而且我们的那个全又不大全，是不是？偏又非常的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佛陀他的法身比他的色身是不是更可贵啊？色身它是不是有生有灭啊？为什么要有生有灭？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生有灭，必须与我们共业才能够共住，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才能够承认它的存在
啊，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记载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呀、啊，或者一个人，我们说那个就不是人，是不是？没办法记载，啊，没办法很周遍的让很多的人能够理解，所以佛陀他必须要现他的什么色身，那他所现的色身就具有32相80种好嘛。我怎么能够聚32相80种好，也是数世累积过来因缘福德圆满自然现出32相80种好啊。那么这32相80种好也会有它的原生之后的什么圆灭啊。但是圆灭之后，虽然我们这个时候看不到佛陀的32相80种好，但是呢也因为佛陀曾经示现，所以留下了很多的佛法，是不是？这些佛法在在的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理解整个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我有透过真理法则才有可能与才可能现出什么真理的现象。如果我们连真理的法则都搞不清楚，我们就看不到什么真理的现象。当我们越与真理法则相应的话，我们的烦恼越多还是越少啊？越少。为什么我们的烦恼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背离真理法则，我们自己想一套，实际上又不是这么一套，对不对？我们想长命百岁，能长生不老，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但是很多的皇帝都在做这样的妄想，是不是？也还是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其实平常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妄想，我们不愿意接受事实。啊，所以有很多人说，请问师父怎样开？是不是能请师父帮我们开开智慧？我说不是拿个棍子一打，哦，肿了一个包，我开了智慧，不是。我说能够这样开，我们自己赶快开。我有透过佛法。对不对？好，透过佛法理解，越能够跟真理相应相契，就越能够没有烦恼，就越感受到什么佛法的光明，就能越对治我们的什么无明嘛。好，所以我们说在千年的古堡当中，黑暗的千年，但是如果他因缘能够和点起一盏灯，他是不是一灯能破千年暗室啊？既然能破千年暗示人，虽然已经暗了一整千年，但是只要什么因缘能够汇合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等于是在做点灯的工作啊，是不是啊？能够破我们什么数世劫以来的无明烦恼所造下来的业力恶业啊，它是可改善的，而且它的改善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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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改善，而是整片的哦。所以常举例说它像什么，像那个露水一样，当太阳下山之后，露水就逐渐凝结，是不是啊？一直凝结到什么太阳起来的时候，它又开始消散啊。它的凝结或者消散不是一颗完璧在一颗，不是一颗完璧在一颗，是不是同时的？其实是同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也是我们修行上面，我知道这个之后，我才发现说啊，真的修行有望，不然我们会觉得说，数世劫来都不知道造了多少，怎么办呢、啊？一个一个去消，实在很困难。但是它如果是可以同时的，那才是可贵，这个就是智慧的可贵呢。这就听经闻法的那个可贵之处哦，啊，是点燃，是点灯的，啊，点到像。太阳一般的光明的话，其实我们的无明是不是自然消失无踪啊？对不对？好，在黑暗当中路灯很可贵，但是太阳出来以后呢，路灯呢就没有作用了，对不对？所以要弄个定时器啊，或者这个什么感应器，让它自然怎样灭了，对不对？这个为了省电嘛。啊，所以就是要逐渐逐渐越理解佛法，其实越感受到那份光明啊。为什么能够感受到那份光明？就是我们越理解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法则，就越能够接受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
啊，是善是恶，是不是也都要能够接受啊？是顺是逆，是贫是富，啊，是贵是贱，是不是照样全部都应该接受啊？啊，所以必须要去受用佛法啊，才感受到佛法的这份可贵啊！啊，所以佛陀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啊！啊，那智慧其实是让我们能够由染污而清净起来，由杂染而清净。那我们的杂染来自于什么？自信妄执嘛，对不对？如何清净，其实都在针对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就是在执着的这个部分，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件事情它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不变的存在，它是可以主宰性的存在。我们很容易犯上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很深沉的，好，那么才可能转染成净。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法身慧命，佛陀的法身慧命是圆满的展现。我们现在呢还不圆满，是在培养的阶段，孕育的阶段，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也有法身慧命的种子因缘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怎样，要去长养它啊，要不断的去浇灌，让这样子的种子能够怎样，能够结果啊，能够结果啊。所以我们说，哎，不仅我们众生具有佛性，也一样可以学佛，乃至于什么成佛嘛，啊，乃至于成佛哈、啊。所以佛陀的法身慧命也如同什么日月朗秋空啊。这8月15中秋也快到了，是不是？啊，中秋月亮的那个可贵，就是日月朗秋空的那个感觉。它是皎洁的，是明亮的，在黑暗当中啊，这个发光的啊，而它这种发的光呢是智慧之光啊。佛法里头的就说学佛有三要啊，信愿、慈悲、智慧，对不对？智慧让我们感受到光明，就是在针对着我们的什么无明，我们的痛苦烦恼其实来自于无明嘛，啊，如果有智慧的话，无明的部分自然消解，对不对？啊，那慈悲呢，让我们感受到佛法的什么温暖，慈悲的心，啊，所以其实应该说越学佛，让人家的感觉是怎样，越温暖的，越去这个悲悯众生，愿意为众生付出的啊，而不是学佛之后盖格上只有我一个人有修，你们都没修啊，这样子会背离众生啊，众生会自行惭愧，只有你有修，我们都没修，好，我们就自甘堕落算了。很多人就很怕哈、一学佛哦，这个戒律那个戒都还不明就里，就要守这个戒守那个戒，守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因为还不知道智戒的精神，只是这个什么用了一个外相而已，画虎不全反为狗，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也急不得，不是说守戒不好，你要守戒要守的这个恰如其分啊，对不对？你是应该要去利益众生的守戒，那才会让大家让众生是接受的啊。所以这些呢，其实在有所谓的智慧来化导这一切，就是菩萨六度万恨，有没有？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啊。五度持戒、精进、禅定、忍辱、布施，这些其实都像盲者一般，唯有波瑞它才是眼睛啊，在导着如何的精进、如何的布施、如何的持戒嘛，如何的禅定，对不对啊？如何的持戒，种种其实是要有波瑞来做引导的哈、啊。所以不要急着马上哈、一定要在事项上如何又如何，其实要把理先读通啊，事项上的慢慢的来会啊，会比较柔和一点啊。好，所以我们说佛陀的这种法身慧命就如同什么这个中秋的月一样哈，
是非常皎洁明亮的高挂在天空，在黑暗当中呢现出一束的光芒来啊，在指引着我们众生的。所以我们礼佛两足尊啊，啊佛陀呢的两足啊，包括两足类的人里头最为尊贵之外呢，福报智慧的具足，福报跟智慧的具足叫做两足。那我们呢就是福报也不足，智慧有限，所以就痛苦烦恼不断了啊，于是业障就会现前，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不足。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凡夫众生跟佛陀之间的距离啊，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是透过比量啊，比较出来的啊。如果我们读过《八十规矩颂》，也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非量的基础。什么叫非量的基础呢？因为第七意识它是非常自私自利的那个杂染，如果只有透过第七意识的话呢，其实都是错误的量，都是自以为是的量。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量会影响着我们第六意识的思考，所以我们都具有非量的基础，非量的基础。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透过比量，要知道什么叫做限量。佛陀所证的这一切叫做限量。什么叫限量呢？就是那个真理现象的那个现前叫做限量。那个是怎么样绝诸细论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好，它是很自然的现前，叫做限量。假设透过数次修之后啊成佛，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呢可能都还是什么凡夫众生，那当然这个是透过三大二生奇劫。那么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过程呢，佛陀之所以成佛呢，那么是限量的。所谓的限量就是说没有经过自己一丝一毫的比较，没有，我们是透过妄执在比较这一切，是不是？哦，所以会觉得不平等嘛，哦，是不平等的。那所以我们凡夫他本身具有非量的基础，我们本身具有非量的基础，如何从这个地方从非量要达于限量，其实是透过比量，是透过比量哦。那我们就觉得奇怪，刚才讲说这个是让我们起很多的比较烦恼，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自信妄执，也不是说哎要丢就能够丢呢，但是有时候可以转化。我们本来的自信妄执会比较放在什么呢？放在物质层面上面啊，看人家穿什么牌的衣服，戴什么手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是不是啊？那么起心动念之间呢是很粗的，其实那个都属于很粗糙的，属于物质的世界，比外向的。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变细一些，要有细的分别。如何细分别？不是比外在的，外在这些都很粗糙，外在这些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啊。那么要针对生死的问题，其实它是属于细意识的问题，也就是它是七八两识，因为串联这个是七八两识在串联。好，那所谓的要变成细意识呢，那么就是从思考上面变细。外在本来是粗的，比这个比那个，其实你说跟小朋友讲他也懂得比啊，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比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就说，就算我们有自信妄执，但是我们做转化，从物质转到什么心灵上面的，从色身转到什么法身，从寿命转到法慧命，
这个就流出转心，它是一个转化的工作，转化，那就是透过这样的转化，它就有比量的能力，我们才有比量的能力。比量就是我们究竟差多少啊？我们从凡夫到超凡入圣，到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什么无生法忍，乃至于到什么成佛，就一直不断的透过比量而进步的。当然，这个方向要是对的，针对的是去除这个部分的，啊，要以正法为准啊。如果我们不是以正法的话，那当然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里。能够到成佛，他整完全限量，也就叫圣教量啊，也叫做圣教量的完全的现前啊。所以到成佛是福慧具足两足的尊贵，那么也是从我们凡夫众生一路走过来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下，阿弥陀佛。